先天兄弟七号店，一家神秘的小店，每周日晚出现在您家隔壁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五个神秘的少年。少年天才科学家 Tiger 来自19世纪80年代，与众多科学伟人同时代的他，生于科学世家。大清朝皇太子宗喜17世纪生人，生来尊贵，博览群书，受教于东西方名师大家。二战前夕的美国高中生 Jerry 才华横溢，前途无量。他美满和睦的一家，并不知道前方有怎样的命运降临。来自平安时代的浩野君，是师从安倍晴明的少年阴阳师，自幼经天文占星，通奇门遁甲，爱洞测人心。而这位，它是一只名贵的元青花瓷碗，没错，它是一只碗。元末之乱流入民间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，被掳至法兰西国至今。一家小店，五位成长中的少年，少年进化论，孵化中。每天醒来，你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还会像小时候一样，一睁开眼睛就想，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或者，你早就忘记最初的理想了？世界上有太多的聪明人，他们的世界里没有狂飙，没有侠义，没有疯狂，没有理想主义，没有偏执的坚持。那坚持不一定会成功，但那就是闪着光的理想。这就是平常不理人嘛。哎，你也劝劝宗喜，除了一盘棋还有两盘嘛，反正就是下三盘的。别跟着我，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，我代表自己和宗喜一起宣布。
谢，多谢。哎，发哥，下次再来捧场哦。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你们也在啊？大晚上的好什么呀？唱得拢的军人的歌，却不知这首歌的含义。哎哎，快快，有船票是给我们的。啊？什么票？大学生。是船票。啊？船票？是去哪里的船票啊？船票啊，法院的船票。哎，不就是法院的船票吗？啊？法院。只有14岁，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到底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，会被告呢？当被告，到底要做些什么呀？哎呀，不都是回答那些法官啊、律师啊那的一大堆问题吗？真是。那就让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为法律工作者们答疑解惑吧。谁问过为什么？本庭邱日勇，马来西亚人，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，今天由我担任主审官。两位律师，本庭要再次确认你们的律师资格。裁判官、前嶋祐赞です。日本人です。ハーバード大学卒です。これがその資格です。法官大人，我叫何一飞，成都人，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，这是我的国际律师资格证。你们是复读机吗？陪审团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书记员就位了吗？到位了。原告到。被告到。本庭宣布，观众告《少年进化论》五位主角一案现在开庭。喂，你为什么连续几周都不去找杰瑞，害他没戏份？这是什么游戏？吵一小架就永不相见，置对方的感受于何地？男人的自尊害了多少英雄好汉？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事也要报告上法庭？見物人の気持ちは重要ではありません。要是我偏不去那里，他们会拿我怎么办？根据情感道德法第4卷第52章第8条规定，你将以漠视友情罪与忽视观众感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小时52分钟。你不但会失去 Jerry， 猪猪也会不理你。真的吗，猪猪？你可千万别帮我，我受不起。分明可以帮到朋友，却不伸手，多年的友情原来这般脆弱。那我今天去找 Jerry 不就行了吗？我想他肯定能够帮猪猪想出什么好办法。并不是我害怕判刑，而是我不希望失去猪猪这个多年的好朋友。虽然我们五个只认识了1年，但是我和猪猪10岁的时候就在一家上海的儿童培训班相识了。你好，我叫朱元斌，你呢？我叫左翼。后来我们又在 RTA 的选秀中遇到了对方。哎，真的是你啊，左翼。难道又是你？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相逢何必曾相识啊。耶、yeah! 现在我们又来七号店勤工俭学，这是我们的缘分啊。知道就好。猪猪遇到了麻烦事，别人都热心地帮助他，而我只顾着玩游戏机，还因为面子不去找 Jerry， 这样不仅伤害了猪猪，也伤害了好久不见的 Jerry， 也是我的错。那些日子不再留。还能见过这么和谐的庭审。哎呀，友情比爱情可靠多了。好怀念我童年的朋友狗蛋啊。代理人都这么通情达理，让我们律师怎么赚钱呀？この訴訟は勝った。でもあのガキたちのことはなぜか。原告请继续。夏休みが終わっても
まだ地方店でバイトするみたいだ。勉強大丈夫か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。我们只打周末工，平时会加倍努力的学习。上学期的期末考试，我在繁忙的工作中依然考取了第一名的好成绩，拿到了奖学金。那么下一年呢，我会再接再厉的。少年胜于欧洲，则国胜于欧洲；少年雄于地球，则国雄于地球。爸爸妈妈给我请好了私人老师，我来年的计划就是好好学习英语，不让子春说我的英语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。我们知道，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非常的辛苦，但秦妹老师说的对，如果把爱好发展为工作，再辛苦也是幸福的。我每回一次香港啊，我都问我妈妈，我什么时候再来长沙呀？所以呢，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。在少年中国与天不老，创在中国少年与国无疆。要是我们边录节目成绩边下滑怎么办？根据情感道德法第二卷第七章第五十八条规定，你们将因辜负父母期望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小时20分钟，以及父母失望的眼神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了。与其到时听妈妈念，还不如现在加把劲。说的真不错，不知道他们能做到不？好想当妈妈呀，生个这么可爱的儿子。原告，请继续。なぜ暴力の場面がたくさん出てくるのかって。視聴者の声が上がっている。まさか婦女者を狙っているのか。这词什么意思啊？欺负人落伍呀。名词解释，玻璃，时下流行用语，用来指 gay。 哎，这个问题太难为我们家吴小芝了吧。名词解释，腐女，时下流行用语，来自于日语中的腐女，指不可救药的宅女，喜欢看暴力之间的爱情故事，指观众也问的太辛辣了吧。那就让我们回答一下这位观众吧。十万个人会有十万个哈姆雷特，孤独人看出哈姆雷特的孤独，愤怒的人看出哈姆雷特的愤怒，深情的人看出哈姆雷特的深情，猜忌的人看出哈姆雷特的猜忌。而您从我们纯洁的友谊中看出了什么？就只能说明您的心里有什么。妈呀，这观众也太敢问了吧。这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怎么越来越犀利了呢？法官大人，七号店来客人了。少年，休庭。在左翼去找 Jerry 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。明天上午，也就是8月22日上午9点半， RTA 的粉丝见面会将会在长沙横店潇湘王附近影城举行。我们都会去哦。我也会去哦。哥哥们也会去哦。你们要来哦。喂，去干活。哦，姐，我来了。哎，这么大的个子，心理年龄只有。我们的上帝啊。啊，谁在叫我？我是 Jerry Moore。 啊，你好啊 Jerry， 请您保佑我爸爸的公司生意兴隆。没问题，我妹妹和我妈妈永远漂亮。 That's fine, that's fine。 还有那个我哥哥穿过的旧衬衫什么全部都烂掉，不然我又得接着穿。 OK OK。